好了，不要看了，我们睡觉了，好不好？但是你的肚子有点饿对呀、啊。那有啥吃的？咱家没吃的了呀。咱家有火鸡面呀。对。晚上不要吃了吧，好不好？不要，我肚子饿。那你们俩先去洗脚，慢慢去弄。嗯。边烧个水都听到你俩在这叫叫啥了？好了，快点洗，水快开了，你们还要不要吃了？快点，赶紧的，快点啊！我去看开了没有啊？快点，快点，赶紧洗吃。你是煮的吗？我不知道怎么弄，你自己过来弄哎，吧。就是你把面泡里头煮，但是不要放那些调料。洗好了。你别背着它，你把它弄摔了，乖。摔了，拿着，放进去。我是他的手，他是我的腿。开门。慢点，慢点，慢一点儿。青宝先站凳子上，乖。好，你先站这儿。我想跟姐姐一块。干嘛？咱们是不是要全部放里头？太辣了吧！不辣，辣得过瘾。慢点，慢点，别烫到了，乖。你要干嘛？你急着干嘛了？你想干嘛了？来，给我背上来。现在要给它过滤一下呀。你看你急啊。过滤一下。别把脸都掉了。别倒碗里面。那要不你确定全放啊？那放一半吧。勾着勾着姑的腿，乖，背着我们家青宝，因为他没有鞋子，没有拖鞋，这里没有他的拖鞋，下次姑姑给你买一双啊，乖。不辣了，我们姐姐。葱花。现在我们要去那边，他们俩要开吃了。背着妹妹走了。开门，姐姐是我的腿，我是她的手。配合的真好啊！开动喽！我有一个毛病，就是我看到我想吃的东西，它在我眼前让我吃，然后呢，我不想吃，我却流口水。是吗？嗯，吃吧。咋啦？第一口应该不辣的呀，看看青宝，我不能吃太多，因为我这儿辣，上火了。辣不辣，宝贝？那边有水啊，乖，杯子里面有水，有点点。去拿水，金宝，那杯子里。我特别过瘾。嗯。去水果吧。妈，你过来吃。你等一下。尝尝这个有多辣。来。应该该妈妈吃了。怎么样？哇，挺好吃的。啊，你们俩这么快就吃完了？嗯。那我们就。赶紧刷牙、洗脸、睡觉，好不好？好，好不好，亲宝？好，好，赶紧的啊！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我是静宝呀，我是静宝妈妈。我是静宝，我是静宝。然后今天把静宝接回来，现在准备去练古筝了，现在在戴指甲。你给妹妹戴指甲，是不是要教妹妹啊？等一会儿。看看妹妹忘了没有，青宝你忘了没有乖？嗯，忘了。妈妈，最后两句。戴好了是吧？姐姐，还剩下两句。好，现在我们去看一下，青宝还会不会弹了？只会弹两个。走。
了，现在该请宝了。先把第一首给复习一下，然后呢，我们再来学一首。棒棒的。然后我们接下来学打电话。你扫你软，你先听我。是不是好难呀？难不难？快让姑看手怎么了？你老是踏到那儿。我的天哪，割出印儿了！你手太使劲了，乖乖，在那儿摁着了是吧？疼不疼呀，乖？你是，你看，你是这个样子放的，我谁教你这个样子？不能那样摁，那样摁它肯定压出印儿了，乖，知道吧？好了，我们今天就学到这里吧。那好吧。好了，走了。我是静宝，今天我们要去易购超市，然后呢，这个路呢好难走呀，都没有路可走。修路了吗？因为看看我们要从哪里过去才能到超市。我的妈呀，好过不好过？但是感觉很好玩，像冒险。我们翻山越岭，终于到达超市门口了。现在我们赶紧进去买东西吧。你买啥了呀，乖？我看啥？海苔呀，特别喜欢吃海苔。静宝喜欢吃这个，上次买了几个，都被他吃光了。不用夹子，往里面一推就行了。对。你们吃过这个吗？这叫什么来着？那叫马枣吧，就是这个。买了几个？那出不来了。没事没事，让那个阿姨弄，让那个阿姨弄。不是，我要给他合住。啊，好多山竹呀！你吃不吃，乖？现在吃杨桃。想吃杨桃了呀？杨桃不好吃呀，乖。好吃、啊。那行吧，那你去称吧，去去去。拿两个干嘛？给妹妹啊。妹妹。那好吧，你去称吧。称好了是吧？好的，走。小心你的卷子的答题卡就压坏了。啊，这个上面有水。拿个袋子装起来去。好酸的呀，乖。哎，这是不是得撑？你能喝了不？好酸的。能，加蜂蜜嘛。琳琅满目的商品，全是好吃的。不是刚买过一支笔吗？还要啥呢？你选好了没，乖？我想买这个。啥？笔芯儿。笔芯儿。行吧。来。仇恨。刚才看了一个啥？看一看粘土。哦。哎，没办法，没有了。
在结账，回家。不要要这个，哎呀，没办法，就买吧。装好了没，宝贝？你手拿着就行了，装不下，乖乖。知道把筐子还回去。慢一点，可以先把东西放地上吗？笨的。好了，喜欢的视频，请关注我们哟，拜拜，我们下期再见。